属于弹力的扭转布料，所以它是整件都还蛮弹的。然后它有它的尺寸是 S 到 XL， 对，然后它有两个颜色，先给你们先看一下这边，它弹性其实蛮好的。然后它有白色的，还有黑的，黑色在这边。然后它有做一点那种刷破的感觉，这边大家看得到吗？带一点刷破的感觉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白色会透吗？可能先帮我看一下。不会，放心。不会的，不会，这不会透明的，不会，因为它有点像那种牛仔裤的感觉，一点点哈。它是就是牛仔布料。那它有弹性吗？我很好奇。它是整个还蛮弹的。哦，它整个都有弹性的，它很有弹性。我觉得这件蛮漂亮，是裤管的那个就是抽须，不会那么呆板，不会那么呆板。这个就有分尺寸，有 S 到 XL。那请问一下 ，Remy， 你穿什么尺寸？我穿 S 应急。没有，没有应急啊，OK 啊。Remy 穿 S 哈，你几公斤左右？我差不多50。差不多50 ，Remy 是160，然后50公斤左右，然后穿 S。那我们官网的模特是158，好，大概才可能45公斤吧，他也是穿 S。